大家好，我是小马哥，今天又是没有活干的一天，今天又是零收入啊。这会不会是我未来的样子啊？没有工作，没有钱，居无定所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什么都不想干。我一定不想变成这个样子。我记得2020年的时候，直接有老哥在这个桥下面睡觉。夏天这里也是非常凉爽，好像睡在这个上面吧。我在河对面还看到了。幸好今天搞了一个红包，看能不能吃个猪脚饭。好久没吃猪脚饭了，9块钱。平安生物收款15元。好的，烧鸭鸭腿饭。好吃。卤蛋。牛骨汤，这汤挺好喝的。牛骨汤，老板，这个汤可以再续一碗吗？啊，这个汤挺好喝的，又续了一碗。菠萝5.8块一个，这个比较小一点，这应该是海南的菠萝吧？看一下这边的菠萝。11.8块一只，这个有点像台湾的菠萝，很大一个。这一个看起来不错，但是好像不很新鲜。拿这个吧，看起来好像大一点。这个好不好吃啊？是青色的。回村里了，又在搞装修啊。下次过来问一下他们还要不要人啊。这里看一下，这个楼好像要改成公寓吧，到时候房租要涨个500-800的。